鄉親啊，繼續來看中華二水的原籍路，這有一張土山仔樹300多年了，這是當年厝主要把家厝啊起做透天厝，唔敢要把樹啊剃掉，所以在起厝的時陣，在兩棟厝的中來留兩公尺寬的空間，結果這張山仔樹愈生愈大長，已經超過四層樓啊高了，也變作地方的一個奇景。民众骑车经过民家厝进前，停落来翕相，因为这张山仔树夹在两栋厝当中，生甲足大丛的，实在是足罕你看到安尼。特别棒。山仔树发甲足暗的，其实当地人拢知影这张树啊，因为已经有305年的历史啊。比你较老呢？较老咯，300几年。啊，你逐年有食无？伊拢会落来，伊拢会落来。啊，靠干嘛啦？吃甜吃好吃。山仔树在中华二水的原籍路顶端，过去树仔边仔是下厝啊。50年前，下厝啊改建成透天厝，民众唔敢拆树啊，所以你起厝的时阵特别留两公尺外的棚，让树啊继续成长。无想到讲山仔树愈来愈旺，已经有四层楼高啊，完全无受到空间的影响。哇，你加一半尔呢？一半。两个人把手扭开，干那会当细树箍半嘞。若要扭树围，就要一个接一个用米锹来扭。576。300年的山仔树，两栋厝当中继续活落去，这嘛是地方的特色。